大概叫西才是啊，西才是啊，哎呀，有动吗？主席在这边一样，主席那有没有可能你程序发言部分就党团各党团派一个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让直接让，好不好？没有程序好不好？我们程序，程序我不要了解呀，因为阿那伤感情啊，阿那伤感情啊。协调一下，真的，这样比较安静，这样我们也，你们没有安静，我讲话大家都听不清楚。好，基于招委非常理性的来这里维持会议的顺畅，我们也接受这个侨会委员还有会门委员你的建议，我们就用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委员。的行政程序各一位来发表行政的这个程序问题，这是我的一个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但是我们希望的时间不要太长，以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来做程序发言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那可以回位置了吧？程序好，好，可以回位置了。位置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好了，好了。如果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的话，因为民众党只有一席，好，我们是不是先第一位尊重民众党的委员？我们不要尊重，叫不进来，叫不进来，叫不进来，啥都没过去了。请任何一位内政委员会，谢谢，谢谢。一起要民进党，还在，那民进党这边都欢迎啊，小兰啊，不要紧啊，好啦，别搞去搞啦，爱搞去搞啦，要公平。哎啦，查查一下，你们家有啥？我们这边有事，我们要。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？好，议事录确定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继续好像是有持续发言的，有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持续发言，我们可以来登记哈，继续进行。那我们就登记没关系，不急的。好，宣读完毕了。今天我们的议程就是按照我们委员会出席的专案报告的名称，所以呢，以上已经确定。主席，我们程序问题呢？没问题，我会让你们程序发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会让你们程序发言。好，那现在请登记完毕程序发言。好啦，你不要啦，你对这样办对的啦，没有这样的，你办这块你不一定不要被点名，你还在花钱吗？主席在这里宣布一下，
我们今天程序委员会里面的签名，我们就按照内政委员会今天先来顺序的先后来发言。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请各委员尊重一下赵伟的发言，因为你们现在太吵，我没有办法来继续我来维持一个开会的顺序，还有我的结论。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就才表决，我们内政委员会里面的委员们来表决。程序问题还要表决程序的发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尊重主席。我们请现在维持大家回到位置上，好吗？主席，那先讲来按呐、啊，我们先讲，我们是不是要？我先讲，我先讲，我已经做这样子的才是了，请大家回去。主席的意思就是程序发言，尊重主席啊。对，程序发言，大家我们在表现。因为主席刚刚已经阐释了哈，如果大家对我阐释有意见的话，我们现在就由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来表决程序发言应该要用什么方式。主席，主席，我们尊重主席，主席，请回到位置上来表决。主席，开始来清查内政委员会的委员。好，主席，大家拢互相尊重啦。哎，因为你讲哦，安尼表决，讲实在，咱内政的，安尼表决，讲实在，大家心内有数嘛。你会使沟通一个讲一个嘛，对不？无需要偏到安尼啦，真正偏到安尼，唔好看啦，真正偏了伤偏你啦。大家讲一个嘛，你若有讲来讲一个才对嘛，对不？单端一个你讲嘛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